没有，我现在正在看那个 M 包有人能够放哪边的。那你放啊？快五包，我们现在五包，应该说四包半。对啊，因为我怕掉不够用。算了，我放这边啊。我刚刚是在那边放那个什么医疗包是吧？走，不然你放医疗包啊。放不下。哦，好吧，那就还有一个，随便放一个，好。就这样了。Execution is another. Time to execute. 打闺女走啊！这个我去买东西吃。你饿了吗？我真的超饿的。因为晚上也是随便吃吃而已。哦。像我觉得我走好慢。我也是。我也是。几乎都没在动。哎，那个前左边右边第二个那个是吗？左边好像不是。我觉得应该在后面的咖啡厅。会不太懂他原本位置在哪。有警卫。干，这么快。有警卫啊！有警卫、啊，是谁？你右边有警卫啊！哼，差一点。其实图书馆可以先解决掉。哦，这个秃头是那个什么局长？我看到局长了，可是我没有看到。把他打掉，把他打掉，把他打掉！不行啊，我的枪一打掉，砰一声哎！紧张，靠他直接死，死了！因为我刚刚一发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直接自己戴面具了。因为碰到他，因为碰到他，对，近战也来不及。没看到那个人哎、欸！哇，局长不见了，局长那边啊？哦。好啦，不管了，找不到，干了。好吧，不在外面，后不在外面啊。要弄局长啊！是这个人吗？对啊，这边这个。你把他，你先把他绑起来。是这个人吗？你先把他绑。不是吧？这个差太多了，这差太多了。哦，那就不是啊。那衣服是穿蓝衣服的。蓝衣服。那个，看有没有 BB 声。在一楼。让我来。你继续打。哎，这个吧，The police have arrived. 是这个人吗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先把电脑弄掉。这个人吗？呀，就是他。我先把他放地上，交给你们。没有，太危险了。我来用。把他绑在那个大门口。你要弄在楼上楼梯口这边吗？逃生口这边啊？不行，太快被会很快就被救走。对，金库在最后面。哎，靠腰不是吗？哦，好啊，这边好了。没有，把他用到警卫室，因为警卫室就不会有人救他了。好，救命！要不要先进屋顶？救命！现在是跟着谁？跟着我，他现在跟着我。谁去屋顶？这样走快一点。谁去屋顶？好，我来，我顺水啊。好。我想玩。好。还有一个大助攻，会有一个大助攻。原本想到我来取的，顺便解释那个人。这边要 kick 啊。两分钟，还这么有点久。要有点危险。
我看到四个警察慢慢用绳索下去。我记得这边应该有，哎、啊，对吼、哦，要 key card 才能开这个东西。在哪边？顶楼的这个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来。你去啊，我去雇那个人质那个。两个都是，挂了一个，还有一个绿色。在哪里？目前行踪不明，你要小心哦，小心转角会遇到。这个这么久，你不是去拿助攻吗？还没吧？没有啦，可以直接去拿了。助攻不在上面，在那个起重机那边。对对对。你可以直接去啦，可以爬上去，不要掉下来。冲啊！这时就看到一个人，直接。哎、欸，大卫，你把刚刚的人质移到哪里去了？我怕打到他。在警卫室里面。在警卫室。对对对，我把用那个警卫站了。我来玩。我可。你警卫室那边站最安全，我找 T 卡。被打了！那个人技能一啊！警备室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在这边呢、啊，他半个身体那边。我的画面是看他头插在墙壁里面。对，头插进墙壁里面。我来。刀哥，哎，刀子，那个助攻继续用吗？继续用。好，那个他后面退一下，好 ，BOB 在这里，好奇怪。我现在在找警察，看有没有警察、啊。对啊，刚好消。警察应该都在外面吧？好退了，有要在外面 ，BOB 外面白色的车子后面，应该是大门口外面。就一直用吗？狙击吗？对对对。听到 snipers， 就一直用。刚好撤退。有了！警察都在顶，打不到狙击手。警察在顶楼，三只。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吧？对，你那猪还在移动呢。对啊，会掉下来。你要干嘛？要接啊？没有，我在对位置，因为等一下引警察过来这里，然后把他打残血就好，不要那个。等待。对啊，大哥，你先躲起来，你躲在这下面。Oh, OK。我让警察过来呗，不要一直打掉啊！他妹，不要打掉！我打得好顺啊！看我想说，看，爽。我知道很少很辛苦的呗。我在引了，引过来。OK， 我把它稍微过来一点。盾牌不用吧？等下我把它打残血哦。找你打。35滴血应该够吧？可以了。试看看。等一下哦，这个位置还不够哦，他现在还不够过来。还不够，他要到那个楼梯第一个，拜托你过来一点好不好？第二个瓷砖，看他们就不动哎、欸，妈傻小，我后面一点好了。对啊，有，动，他们闪掉，
啊，成功了！哎、欸、有！砸到了！我看到了！搞屁！刚不都没有？好像没有弹药了。哎、欸，把那个碎货叫上去了。等一等，不要叫太快啊！先停息吧。可以了，过半吧。很危险的、欸，就是他要是挂掉，那个微电影就是演假的。而且我怕 Taser 会导致不小心让我误射到他。有 Coco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我看到狙击手，有心啊！好。你们先去看一下金库是在哪一楼？二楼，在里面很里面哦。二楼，不过比较顺，就是跟我们上次跟阿成打的那个是老位置。但是有一个很大问题。怎样？你们他妈就走这么顺？我一定要走，因为太多人了。没有，我是跟着塔古米。欸狗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这个人质都还没上去，哎，快要回来了。等一下啦。等一下，等停息后好不好？我感觉我被困住了。不会啦，我在这边，可是我很难下去，要是真的，因为好痛。真的，现在不要带，现在带太危险了。万一出了什么拔蜡还是怎样，不小心误射到就完蛋了。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带弹，我现在在杀。他的妈的！Taser 一定要打我就对了。人数开始变少了，可以带走。哦、OK。哎、欸，保护 VIP 啊！对 VIP， 然后顺水回来，顺水来这边捡一下这个。顺水，你还没有捡这个道具。那我先把算了，这边的那个弹药很重。就这个道具箱啊，你弹药先丢下来，然后拿这个才能启动那个东西。正装。OK。我要先丢。好，回去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拿到。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金库还没开，就先把他叫过来，会不会太危险？先叫到小房间里面。还有，你看我这个补包有三个功用哦，可以在这边补，然后也可以在这边补，然后也可以在这边。好嘞。这个人这个手都不走啊！好、哦，我这边放两个好了。靠背已经过来了，那一定要守住关阿姐啊！是还好啊，警察是不会怕干掉，可是哇，这怎么打怕的是不小心用了八还是什么的？啊、还有三分钟。妈，他的城市设计一定会针对人质做攻击，所以我们要死守啊！我比较怕的是黑泽会让我们不小心射到。
妈呀，警察都进来了、欸，他会从电梯里面进来。还有三分钟。哎、欸，就那个，他后面左边。哎、欸，要去拿工具是不是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，先不要。我们会各用掉一个。哇靠，兜子好像在下面哦。80秒，好。任何一个武器的。哎、欸，对，顺水你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楼上。靠边，兜着兜着过来，兜着过来。哎、欸，那给你打、啊。哦、我看到毒品包了，蛇弹！是谁的呀 ？OK 啊 ？OK 啊，当然 OK， 这边警察很少。干干干干干，去死啊！操！我怎么突然觉得有点似曾相似啊？你那个讲法好像是我们很久以前的那个啊，靠杯，我顾讲话，靠，你死掉了。OK， 我自己起来了。对，差不多了。你刚刚那个讲起来很像蒙恬的那个讲法。哇！哎、欸，不用挂了，我把你救起来。把人叫去，把人叫去的。OK。我去。小心盾牌啊！哎、欸，有，解锁了。有了。OK。干掉了吗？不要吧。何必赶尽杀绝呢？他辛苦的进来了。微电影是没有把他干掉啊，可是他是不小心挂掉的。请不要任意把人挂掉好吗？哎、欸，要不要来看那个？他们也去接电话。然后接电话之后往右边的墙壁看一下。我懂了。看，好慢哦，我要放血。啊、这么好玩？有没有吓到？是没有啊，是真的很好玩。哎、欸，而且我们金库这个位置刚刚好。我要放血，先让 AI 让我打我。哦、oh, ，OK 那。那靠，还有这样的嘞？你是直接？那我要控制那个量啊。靠北，没有 AI 了吗？有啊，在上面啊。那你还放血嘞？没有，因为下面真的太多了，不放血真的太慢。好吧。啊，算了，我用手了。你从高处掉下去看看，你这边掉下去会怎样吗？看看
靠背，那个都走，你去啊，隔壁去。OK OK。啊，不行，太早了。不是吧？他这样会……哦哦，刚、欸、刚够了。OK。干你啊！看你有够难控制的，你这样实在是……这样在搞死我们。干，还是差一点，算了，自己丢手雷。哦，对啊，差一点了。再一个吧，你那好像没有。应该连续丢两个，不是，是我装甲太厚了。哎、欸，口渴了，你要不要？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兜着先。哎呀，靠腰！我来。下面。兜着在下面，快过来了。好了，不用别。我靠腰、欸，真的不好控制。你又变半血了，别杀了，算了，我自己慢慢去好了啦。你们 hold 住我，慢慢去。你先补一下好不好？我等下再补啊，反正你们 hold 住进库就好了。OK 了。没有办法吗？没有用。对啊，就跟你讲哈，我装甲太厚了。就跟我上次遇到的情形很像。兜着。顺水上来救命！对，顺水你要来了，因为我看到 Coco 了。丢拔啦！靠北拔啦，刚刚都浪费在 BOB 上。绿！后面有弹药。两个 Laser 啊，浪费我子弹。干，这太爽了！等下拼血，你们再自己下来看，真的是超爽的。刚好16包吧，这样刚好瞬间解三个成就。哎呀，我的士兵哎、欸，我的士兵跑到金库里干什么？跟我一起来的呀。还是跟着 BOB 耶，为什么是跟着你？混蛋，出来战斗啊！没办法啊，他就爱我啊，就不像某人啊。靠！哦，狙击真的是太顺了，真的。哇塞，太多包了，这实在是。啊！我知道了啦，是不是？你弹药包。你弹药包帮我放在这个桌子上，然后我弹药包给你们用。我弹药包补的弹药比较多。OK， 我放在门口。看，这一次运气超好，金库在这边。那样要因为有金库，有时候会在一楼那里，那样就超麻烦。哦，一楼那边好难守。对。哎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？我先把我的同伴打掉一下。怎样搞啊？他好像没录用一样。看，打不掉，真的没录用了。我要、啊、我来，干脆去收一个新的。哎、欸，正牌。盾牌啊！
的是。我需要那些钱，我需要那些东西。哪些？这边。我都忘了。好好好。哦，难道我这一次要当 MVP 了吗？是，什么？为什么反应是这样的？这边还一包呢，没有拿走。身为领队，有就拿，全部拿，因为我们挡得住啊。多亏我，所以全部了吗？全部了。全部先拿走，反正就先运走嘛，最后再 check 一遍而已，反正再 check 不会做很多包啊。反正先把 money 都拿走了，那个 gold 最后再弄，最后再拿。对 对, 對，反正不管了，就全部丢丢了，然后之后按下 tab 看有几包了，有没有看有那16包，有16包那就是成就有解锁了。啊，我就全拿了，送，我来检查一下好了。不用检查，你就全部丢一丢，按然后按 tab 看就好了。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小格的，你看这有一个黄金就是没拿，真是的。好、啊，你去借个。哦，又不是我拿的哈，我只负责聚而已。哦，圣水。我刚只拿钱而已啊，刚没看到。靠，理由一堆。好怪我了，噜噜噜噜。靠药，有样学样。这样队友没问题吗？好了，我去打你们那个。对，我刚刚何不用枪灯来检查一下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干干干！真是处理掉啦！哎哎哎哎！处理掉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这边一堆，那个门口说好，干！哦！不用跑，不用跑，我可以叫你们起来。好害羞！牌屁啊！里面是盾牌，搞屁啊！哎，挡住了啦！是真小！啊！干干干干干！盾牌兵的逆袭，靠背！这。可能要有一个人跟我来当配合。来，我来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就负责那个运一下那个。哦。我运到里边。对。哎。好险。外面也太多包了吧？这才被绿哈的、欸。这是被绿化吗 ？Shit shit shit！ 你又玩的是光啊！啊！哦，我突然觉得我好惨。哎，曹慧敏，你在趁？你要趁这个时候追过我的分数吗？啊、我也不晓得、啊，我是用狙击耶。什么？对啊，我是用狙击的、啊。快运包了，废话那么多。我镇定了。小的甘拜下风。快点运包。我正在运，正在运。啊，快吧，快吧！好了吗？运好了吗？现在才九包而已。没有，因为我们运那个什么，放到八次里已经安全。中间还有一个我的警卫在那个车包了，那个砖头要修吗？啊，砖头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哦，没有，那砖头是我无聊用的。哎、欸，不止16包吧，还是刚刚好。不止警备室而已。不止16包、哦。当然不止16包啊！你看这些包。丢不完、欸，最后一包应该就解锁了，还没有？没有，要解锁了？要黄金的吧？
啊，全部丢掉就对了啦。啊，谢谢。彪彪，小心你的右脚。这是左脚，OK， 可以走了。走啊，走啊。等一下，先让我超越塔克的分数好了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说啊，你们已经打到这样的分，我也要回，我也要去打。少在那幼稚啊！不要。23包，总共23包。这兜子是我的。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靠背。好，不陪你疯了，我去。算了算了，走了，就让他保留一点尊严吧。他很有尊严哦，混蛋！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尊严哦。欸，有啦，解锁了啦。解锁了。有啊，解锁。解锁什么啊？啊！奇怪，我好像没有，那表示我解过了。我也没有。可是刚刚人质进金库，我有跳。那是另外的。好啦，现在几点？靠，10:30，跟人家有约，算了，我先来走。跟人家约10点，我就玩到10:30，靠北。来吧，那就先到这边结束吧。我要高美的时间，不知道。你是玩到累，玩到饿吗？是没错。你是打开金库，打开保险箱，发现有一个吐司。然后肚子就饿。怎么是重复的啊？搞屁呀、啊、！OK。哎，奇怪，这个沙沙声是什么声音？你的黑吗？啊？啊？什么？啊？我的黑。看棺材